久。客官且看，前方便是五里坡，沿栈道前行数里便是河西村了。我听闻他们村里近日颇不太平，客官不妨在村中多逗留些时日，找些人结伴而行。怨念。你可是大妹？这山神庙怨气四溢，凶险异常，你先跟我回村再说。你娘到处找你，
都快急死了。这是什么？
刚才是这庙中的古镜让我看到的幻境吗？没想到恶修罗竟是这小鬼所化。妈妈，我已除去与你纠缠的怨念，你不会再有痛苦了。这孩子双亲离世，无亲无故，饥寒交迫而死，苦命啊！这宝镜似乎可洞悉魂魄执念，将人带入幻境，此番得到也算是一种机缘吧。